10月12日，郑爽又有一组全新古装形象曝光。剧照中，郑爽少女本性暴露无遗，扎起两个丸子头，抿嘴卖萌。据悉，这组全新的古装形象即郑爽所演绎的云梦川，后续篇章中的女主角朵漪的人物造型。此前，郑爽在该系列剧情片中以仙女玲珑的形象笼络了不少粉丝的心，而这次主打的萌妹子形象可谓是更贴合郑爽私下的形象。之前郑爽新书大卖，也让爽妹子心情不错，当了作家的郑爽似乎也自信心倍增，直言如果郑爽的书销量过百万，她就再出新书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第二本书。看样子，此次以全新古装萌妹形象示人的爽妹子，又是要轻而易举上热搜的节奏呀。